好，老先生八十一岁，对吧？薛老师正值壮年，八十一岁能这么动来动去的，还打我的人，身体肯定好，是不是啊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如果没有功力，破不出去，耄耋之年能于众星，那肯定是非常巧妙的，有很强的积极概念。好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播放一下。好，看一看。哎，不要走，可以。啊，这是我跟天字在做这个动作啊，一起做，这反观着。是左肘的肘肌，好，通过这两个视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，太极拳啊，养生跟技击是统一的。为什么统一？回到我们今天长春背的这个定义上来讲，太极拳是什么？以螺旋缠绕的方法结合以力气体现太极之理及阴阳平衡的拳法。大家记住了，它体现了阴阳平衡。我们的身体所谓的失衡，身体出现问题，就是因为阴阳不平衡。阴阳平衡了，气息运转足了，你的身体就好。所以说他的养生的中医机理在此。跟对方交手实战的时候，也是阴阳之间的彼此平衡，才铸就了气机之术的发展。无论哪个门派，无论养生还是气机，都归结于这个方法。也就是说，方法对了，养生气机是统一在一起的，养生就是气机，气机就是养生。因为你练的是什么？太极拳，你练的不是泰拳等等。养生的概念，我给大家强调一下，我们下面来细细的剖析一下正确的练习太极为什么能养生，这是我们的主题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运动习惯，矫正生活中的错误一些习惯。为什么练习太极拳要从小孩子入手？因为他们天真无邪，因为他们是一张白纸，因为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受到损伤。你们看看我们身边的孩子啊，我的宝宝今年三岁，他直立的时候他的颈椎是直的，你再去看看13岁小孩的颈椎，60%以上的小孩都是这个状态。为什么？看书看多了，颈椎出现前倾的问题。你们去看一看，身边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他们肢体。很多女性经常说腰疼腰疼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因为我们女性很伟大，在生产的时候，自然生产的时候，他的盆腔受过一次巨大的损耗，然后在抚育小孩子的时候，久抱小孩的时候，拿腰向前顶，这个是盆骨后倾啊，然后这块腰椎会受伤，受力加大。然后如果在生产的时候盆骨受到一定损伤，变成盆骨前倾的时候，他这块也会出现变形，于是时间加长了，你的腰就出现问题了，随着年龄的增加。我们很多朋友的走路的时候啊，特别喜欢，比如像我的同学特别喜欢单腿站立，一站的时候呢就放到一个右腿或者放到左腿上面。当你把左腿站立的时候，支撑你身体过长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的重力线是偏左的，于是呢我重量的上肢线会集中在我这个脊柱的左侧，那时间长了，
我左边的肌肉跟右边的肌肉受力是不均匀的，于是你在腰椎上、在颈椎上都会体现这些问题。而我们练拳就是帮助你矫正了这些正确的习惯，你才能够养生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说给大家传递就是，你们练拳练对了，知道损伤在哪儿，才能养生。如果你只是练拳，不好意思，你可能讲两手，你可能练错了。第二个，改善机体的代谢平衡。在45岁到50岁以后，女性会出现一种状态叫 menopause， 就是我们讲的绝经。绝经之后的话呢，她体内的雌激素含量会下降，会引发一种相关疾病，叫什么？叫骨质疏松。那提高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激素水平下降，引起了我们体内的钙跟磷的血液里面的钙磷的平衡失衡，然后骨质疏松了。这个时候你如果通过训练提高你的骨骼的柔韧度跟承载力，改善你的钙磷的吸收能力，以有效的改善骨质疏松。我们大家啊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，男人女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，这叫什么？盆底肌损伤。女性盆底肌损伤很多来源于生小孩或者剖腹产，男性的盆底肌损伤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引发一些前列腺的问题。我们练拳的时候，通过气络三关的变化，通过记住是收刚而不是提刚的变化，会以及我们的特定的腰胯旋转的方式，会改变你盆底肌的运动，通过这个方式来影响你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，从而改善你机体的代谢水平。但是即便是如此，大家要接受我的教训，要控制好你的饮食，明白吧？所以说我们安徽的老七请我吃饭必点两个菜，一个红烧肉，一个烧大肠。我说你是老大哥，你是真好啊，你让我这个越吃越胖啊，一上午白练了。第三个呢，通过练拳的话会改善你的心境。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忙碌，一天当中真的给你自己的时间很少，而练拳的时候是你给你自己的时间啊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可能像我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，我要5:30起床干嘛呢？我要给我们家的全家做早饭啊。我还好了，女同志更辛苦，做早饭。然后呢，上了班之后呢，跟同事打交道，完成工作。下了班之后还要什么辅导小孩的工作，然后可能你今天每天到9点钟以后，到10点钟以后上床休息的时候，都没有哪一个时间呢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。而练拳呢，可能是你一个自我调整心态的状态时间。第二个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，为什么呢？近邻啊，每天都在打交道，但是呢，咱们住在这种钢筋水泥的楼层里面，近邻也没有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家的防盗门很好，他们家的防盗门更好，门一关，永世不相见。那即便是亲戚很难啊，一年见不了几面。我们在外地的同学可能一年见到老家父母的时间不会超过1个月，但是如果你有了爱好，就像我们练拳一样，我们每天都在相见，每天都在交流，每天都在把你对拳的理解、对生活的理解进行交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心情。记住了，圆转流通还包括思想上。所以说练拳有这些好处，才能改善你的基本状态，它一定是会养生的。那我们练拳的基本动作的话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我们这个拳里面，我昨天给大家也讲过了，正拳跟反拳啊，正云手跟反云手。那下面的话呢，我们来啊，看薛老师在练正，这是正拳，这是反拳啊。我下面就给大家讲一讲太极拳怎么样去养生的啊。记住了，不是练了拳就养生。我们来看这两个图片，我们呢都有这个习惯啊，打着手机，看着电脑，然后呢工作一天。于是呢，在座的同学啊，我估计大概40%以上人都会存在不同情况的颈椎病，会出现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呕吐、
等等这些症状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身边的一位全有侧面相啊，侧面相，所以你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，其实是个帅哥啊，是个小帅哥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你会发现两个状态完全不一样，看到了吗？请同学们告诉我，这是右边，这是左边，大家告诉我他平常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对，我们好多同学都伸出手来了，他平常的状态是右边。这个状态就是你们身边的小朋友们，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处在的90%以上处在的状态。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医学方面，这是典型的属于颈部前凸，他已经处在颈椎病的很边缘的位置了啊，因为他小，他还没有体现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肩峰啊，肩峰这个位置，这是他的耳垂。在生理体位的话，就是正常体位的话，他的这个耳垂，大家回去自然锻炼一下，侧面拍个照片就可以了啊。他的耳垂的落线要落在他的肩峰上，这个时候他整个重力线会落到他的脚跟，他是一个很稳的状态。而此刻由于啊，可能是看书，可能是看电脑等等等等，他的颈部呢出现了向前的运动的变化，第一个影响了形象，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状态维持，记住了，我说只是维持或者是发展下去的话，它一定出现下面这个体态。这个呢，因为为了这个网上找的照片啊，这是一个啊美女啊，这很好看，体型很好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按照现行的理论，前凸后翘。但是我们看看，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，这就是颈部前倾。它出现的第一个问题，一，驼背，因为它的颈部前倾，它的脊柱，大家记住啊，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，头前倾的时候，胸会内涵，然后后背会变圆，这个呢就叫驼背。第二个，因为颈部前倾了，前让他的胸部往后落，他的胸部呢就会下垂。我想每一位爱美的女性都不希望这样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这个下垂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胸部的肌肉的这种衰变，而是由于他脊柱的体位造成的一种内陷。那在这个状态下，用我们的俗话讲，他的窝着胸的，他的呼吸就会不畅，因为他的肺部受到了什么挤压。那在这个状态下，当他的胸部往里收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是往后倒的，头往上前倾，胸往后背，为了维持我身体的中正，我会下意识的把我的腹部向前凸出来，保持一个病态的平衡态的时候，那这就是什么小腹外凸。小腹外凸是个表型，分为两种，第一种像我这样吃多了脂肪凸出来了，第二种是整个盆腔的向前外凸，那这个状态又会引发腰椎的变形，导致椎间盘突出。而有这种习惯的人，虽然没有这个美女这么明显，在座的同学10个人里面5个人都有，绝对的啊，有小孩子有成人，他这个就比较严重的，这种体型我们也有啊，我们身边有这种人的。这就是什么，他的生活习惯造成，而他的生活习惯咱们这些现代人基本上都参与其中，除非某些人是不看书不看电脑不学习啊，可能好一点。那好了，
深究它的原因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在这一块有好几个肌肉群啊，好几个肌肉群，我们呢就看两个肌肉群啊，比如说头前引颈伸屈的时候，圆肩驼背的时候啊，它的有两对肌肉会紧张，第一个肌肉叫胸大肌、胸小肌啊，还有枕下肌、斜方肌跟肩胛提肌。我请一个同学来帮我配合一下，好吧？我们请一个这个颈椎问题不是很严重的，好吧？我们请那个请他吧，请那个徐毅，好吧？因为他身体很好，所以我让他做个反面典型，反而没事啊。你颈椎没问题，保你没问题，你侧面对着大家。他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标准的状态啊，非常好的状态。然后你就把头向前倾，啊，头往胸往后窝，是这个姿势啊。这部分的肌肉群啊，因为你记住了，中正状态的时候受力是均等的，当它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它背部的肌肉就会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拉伸。这个拉伸的肌肉群呢叫肩胛提肌，就是我们正面看到的这个肩胛提肌，它是肩部啊，肩胛肌往上走，肩胛提肌。同样的，因为它往前搂，它的胸就往里收啊。对，大家看你的胸啊，往里收。那这块肌肉呢，就是胸大肌跟胸小肌，这是什么？紧张的，长期紧张。